个，那个dedicated， 在哪一节？你那个在哪？七章五十一节那个。七章五十一，好，我们来看七章五十一节。七章五十一节，来，怎么样？来个字 ，dedicated， right？ Dedicated， dedicated。如果说一个人 dedicated， 表示什么意思？ Dedicated， dedicate 是一个动词。Dedicated， 因为它这个地方 have dedicated， 它就是过去完成式。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嗯，预备吗？ OK， dedicated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OK， 比如说这个人，有些传教士在中国一待待了四十年。OK， 他的一生都是为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而奋斗。OK，比如说 he had dedicated all his life to Chinese to Christian in China. 他一生为中国的基督徒服务， OK? He has dedicated all his life. 他把他所有的生命全部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这个世界里面来。Dedicated to Christians in China. 为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一生都奉献给他们。全部投入，所以这个 dedicate 是一个全心投入的事情。有些人做老师，一辈子做老师， he had dedicated to teaching in China， 他一生都为 teaching， 为了教育工作，教导人，他投入，他投入了，非常投入。有的人一生全部投入研究一件事情，比如说水稻之父，他一生都在研究水稻，他一生研究原子弹，他一生投入做什么事情，这是 dedicate， OK， so dedicate 这个字就是投入， OK， 他完全把他自己给投入进去了。好，还有的时候呢，有些这是讲人可以 dedicate， 东西可不可以 dedicate， 东西可不可以说 dedicate， 作用。That the money is dedicated to our school. 这个钱是 dedicated to our school. 这个钱只能用在我们学校上面，不可以你拿去买冰棒吃，不可以你拿去买花生米吃。这个是 dedicated to. OK， 这个钱完全是给我们学校专用的，只能用在我们学校里头。所以 dedicated to 可以是人。可以人 dedicate， 可以说这个东西被 dedicated， OK， 这个车子，我们学校这个车子只能用在公家用，不能你这个没事把我们学校的校车开出去买菜，这是不可以了。所以我说 the car is dedicated for 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 to 什么什么事情， OK， 好，学校公家的车就是要公用的啊，比如说带学生出去旅行，这是可以的，开公家的车，但不是你开出去买菜的，所以 dedicate 是这个意思。OK， 好， Naomi 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现在没了，谢谢老师。现在没了。OK， 好， dedicate 就是指这个东西是整个投入专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这个地方讲 he brought in the things。这些东西哈，重要的是他带过来的这些东西都是 his father David had dedicated， 都是专注是给他爸爸，他父亲时代，这个就是完全这些东西就在他们家，不是说他们家烧完鱼拿个烧鱼的盘子拿来这里面用，不是，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专门专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专门用在这个上面的。OK， 金啊银啊 furnishing 啊，这里面的器皿啊家具什么，这原来就是用来专门是敬拜神用的，他爸爸的时代就在用的，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圣殿里面来了。
放在圣殿的这个府库里面，仓库里面，这个 treasuries 啊 treasuries。